大家好，今天来带大家看看这场大神们的对战。左边可见到的是超花钱的光暗队，最强的英雄不得不说就是双子，他既能回血，伤害又高。英雄皇就能储伤害再反弹给敌人。时间之神则是一只很强的控场角，阻止敌人攻击。也不能不提暗补几乎能补满场上的角色。再看看壁灵，最实用的都是兔子、乌龟、雷鸟和马。圣武要120级，所以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反观右边的有几只火角，我不是说火角不强，只是比不上光暗。总结是我们可以尝试培养光暗，可以先像左边的那个一样，先一半光暗，一半三色，然后再全光暗。